吃过汤的鸡丝河粉，好像鸭面跟鸡丝河粉的 mix。我一定要带你们走一下我们的石灰岩山。空间学可以过吗？我怎样过？为什么还没有完呢？加油！开着餐车啪啪走，星期三晚上八点八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